开心，我这次能担任《RO 仙境传说 Online》的导演。这次的故事呢，主要是要介绍全新的猫族，然后也会有全新的地图。所以在拍摄上面呢，我们大量运用了 3D 加上实景，去做一些真实与虚幻比较萌的一个搭配组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怡珍，很高兴可以参与《RO 仙境传说》的广告拍摄。那我在里面呢，有一些特殊的小经验，就像是，我第一次的 cosplay， 我在里面呢饰演的是新的角色猫族。那我还有第二个小经验，就是我第一次在广告里面跟真实的动物互动。那如果你们也好奇的话，请你们一起来跟喵族玩哦。仙境传说 Online。